干你俩听见没？真去刷碗听见没？听见。那你俩干啥呢？俺们去找奶奶的。找什么奶奶？俺们想奶奶了。想奶奶了？嗯。想揍了吧？你们天天给家打俺们，让俺们干活。谁打你了？你。赶紧去刷碗呢。俺要找奶奶了。找奶奶就不刷碗了？谁让你给奶奶丢回手的？我丢的吗？是你跟哪吵，奶奶再不来家的。那你现在要干么？去找奶奶。去哪找？坐火车去找。你现在胆子不小啊。你忙什么的？你忙什么的？我也去找奶奶。你告诉我去哪找？打电话问奶奶给哪了。咱们就去那位置。你会坐车不？会。我们坐出租车去的。你知道坐出租车要到那要多少钱？几百块钱不？啊，几百块钱不？来，我就看你俩去了哈。哎，我帽子还没脱。你俩现在厉害了，不上学了？不上。你现在去哪找你奶？啊？贵州。去哪找？贵州。哪贵州？哎，哥，等我一下，我手机还没。哪有你手机？你拿手机干什么？给奶奶通电话呀。你走，你跟你妈说没？转转，你还是去找他奶奶。站着啊。姐，站着，站着。去哪呗？找奶奶。去哪找奶奶？贵州啊。你为什么找奶奶去？我想奶奶了。你想奶奶，奶奶回来家了。奶奶不回来家了。你去哪找？去贵州找。你怎么去？打车去。啊，打车去。嗯，你跟恁家都似的，两点去大路去吧。那需要你操那么心吗？你爸会去接你奶奶。当然想奶奶了。你想奶奶，奶奶在山里面多会东西的。奶奶不来家了。你奶做你的？奶奶就是说真的，跟那打工的。你奶奶舍得你不？能舍得你俩不？走，回家，死热的。干嘛容易的？啊，你奶不给家，你姑不干净啊？爸爸天天给家打呢。那是你犯错了，死的。不去，你找不到你奶，你奶过两天就回来了。你骗人的，奶奶在那打工。谁叫骗你的？你啊，你奶不来家，我让你爸去带。来，爸爸也带不来。你找不到，你咋那不听话了呢？啊，你要弄着。让他走，就让他走，让他走。搞不懂戏的啊，搞不懂戏的。说的不听你。就你能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去。你找不到啊，明天带去吃汉堡。我不吃，哎，我要去找奶奶。让他去，外面死热。让他去找，让他去找，你就让他去找。就你这态度，小孩能带个家吗？天天对小孩那么凶。我对他怎么了？啊，你看你的态度，你就是，你怎么能柔和点吗？我怎么柔和？你天天冲小孩大喊大叫的，去去。哎呦，你别吱声。去去看他俩能走多远，去。看他俩能飞多远，去去去去去，不要动，不要动他，不要动他。你过去，让他走。你过去。我没见过这样小孩，我见过你这样的，一天到晚吼小孩，我怎么吼他了？不是吗？我也洗没？几点了还不起床？是不是都你干的事？天天就叫弄饭弄这弄那的。那小孩还能不干活吗？你告诉敢和鬼敢和，语气不能肉脸讲吗？滚去！我看你就能劝了哈，劝好好劝。乖点，听你讲话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回来干嘛呢？我不怕的啊！我心很充满。